我给大家介绍 DWO4R 的工具的开启读取方法。工具插入锁孔，测试锁片，1 3 5 7 2 4 6 8。这款锁往车尾开非常简单，测试1 3 5不动，还不动，动了，不动，还不动，动了，八，动了，六，还不动，还来一下，四，好了，20灯了，40灯了，60灯了，八掉了，7灯了，5 2 1不动，好，开了。我们读尺，1号位，2 4号位，东北压到底，2 5号位，1 7号位，2 2 2 12，24 68，4 3 1 3，我们记录。2 2 1 2 4 2 1 3，这个钥匙两边是对称的。2 4 2 2 1 1 2 3，把多余的去掉，两边是对称的。车门点火都是8个齿，做完车门点火就可以用了。